14岁左一圈爆冷，韩素林网最年少获胜球员。台北海硕国际女子网球挑战赛昨天爆出大冷门，年仅14岁的卓一轩在 WTA 级的网球赛初次提升就打出好球。卓一轩在比赛中喜欢不断的为自己呐喊，没想到韩英琦对手会外第一种子球员杀呼了躺椅，经教练适时安抚比赛情绪，在会外单打首轮爆冷以2-1打败世界排名221名的乌克兰球员沙夫，成为海硕杯8届赛事以来获胜年纪最小的球员。虽然他在次轮输给泰国老将哈拉苏甘，无缘晋级会内赛，但已打出令人期待的新希望。双打部分，庄家龙张凯森只花了62分钟，就以直落击败谢佩云杨家贤，率先抢进8强。东新闻台北报道。